日，电影《幸福马上来》在北京举行了老马工作室揭牌仪式发布会。导演兼主演冯巩、导演崔俊杰携牛莉、贾玲、白凯南、张小斐、巩汉林等主演亮相。活动现场，冯巩充分展现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功底，出口成章，一首即兴打油诗赢得现场阵阵喝彩。轻轨穿不过，巨轮朝天外，川江号子在梦里，自豪马上来，崽儿都豪爽，妹儿个个乖，坡拐路弯人直率，真情马上来。棒棒担道义，火锅暖胸怀，只要心里有了爱，幸福马上来。好。不仅如此，冯巩还把这部电影做了精彩的比喻，将剧组比作火锅，将演员比作食材，白凯南像苦瓜，贾玲像宽粉，令现场欢笑声四起。而贾玲也在会后的采访中调皮回应，自己更像午餐肉。我们剧组啊，这个本身就是火锅，剧组本身就是火锅，就是火锅啊。这个导演就是锅子，编剧呢，红哥啊、金浩他们就是菜谱啊，演员就是食材呗。演员就是食材，对对对，今天食材来了不少。对对对啊，先说说小斐，小斐，您觉得是火锅当中的什么菜？豆芽菜呗。身材啊，那么的纤细。啊 ，OK， 这样，老白，老白，这样，苦瓜。啊，写着个苦字在脸上呢。苦瓜啊，对，也是对身体很有好处。那苦瓜旁边的这位贾玲，您觉得？宽粉。这跟体型是有关系的。宽粉哈，咱再选一个好朋友。您看他都不用直眼看咱，方清平老师一直在闪躲您的目光啊。安清平是我的最爱啊，鹌鹑蛋。如果到你自己，就是想到如果是自己应该是食材的话，你怎么食材？午餐肉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必不可少。必不可少，每桌必点啊。店没开的。作为调解员，口才、耐力、反应力是最重要的三项能力。现场诸位主演分成两队，为大家献上激烈的比拼，可谓精彩纷呈。最后一场以左手六、右手八的姿势定格画面，寓意影片6月8日上映。鸭肠好矛盾，生面就泡菜，麻辣鲜香好味道，干就马上来，秦桂川五谷，橘论草田外。在晚上的首映礼红毯上，各位主创再次现身，为影片送上自己的祝福，并合影留念。预祝电影《幸福马上来》收获佳绩，与冯巩一起久别重逢，笑出幸福。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能够为我们多多宣传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